这个位置，处于南部的边缘，可以再等等，过渡一下。这边要走了，达纳瓦达纳这瓦，边的话是往水库方向走了，两边有一波车站。哎呦，阿童木被打下来了，阿童木是个蹦蹦，哇，赶紧走，城的城口拉出了，驱赶驱911，赶啊，拿点分数，但这一发也是将911直接放倒，拉不了了。车停了呀，没得搞啊，这太伤了这个。拍手也来到了遗迹附近，那观察一下，七还是很稳定，这个圈这个位置。可以提速。天路网的位置给拉开，近点有车贴了过来，没有第一时间放枪，哎，等一个下车的时机。还有，哇不塞，他有好人稳，吗？是，他好稳，但是他卡了，差了一枪，他好出像有点，事了呀！对面全来了，打群架。哎，DG98过来之后直接乙了，把 GS 人乙掉一个。那其他人的话，三个人是在这一侧，PO 是全部知道信息的，而且在房顶不好被拔掉。票他躲了还克可以，雷，对，他还。啊，这里怎么还有个 two heart 架枪的？哦，但另外一边手心手背都是肉打起来了，天霸和崔，他怎么被偷了？怎么这个位置天霸会只顾一头啊？哦，七被打掉了。这对，过所以点这过要点非出常的危事，险啊，差一枪，差一枪，还好闪闪还躲过，是不被过补枪。under 的补枪将小九放倒，under 直接往后去拿，别动，位置很好。看一下，龙斯哥那辆车又开回去了，掉了个头，原地，崔七一这边也掉了呀，天霸好难啊，前后夹击。确实被夹着打，主要是你探头出去，至少会被一边打。是的。DK 又那么稳，他又不会轻易的去主动清你的防区，有点让天霸，有点折磨天霸。而且刚才我看到长龙踩雷了，嗯，踩踩雷了。到小鹏了。TFI 留在遗迹里的最后一个独狼。哎呦，USG，龙死哥，我刚看的是龙死哥的核。他好像开车一路拉到那个北部，往 USC 连上去了。他绕到这个窄边，就是圈右边的对。窄边蓝白去了。重创，重创，这波真的重创。哦，ZGG01，哦呦，爷青回，打两个，虽然没看到怎么打的啊，他要爷青醋了。是的啊，但是 P 城城口乱成了一锅粥，队伍太多了，非常的密集。是，那毕竟今天 P 想要 PO。作为话事人，已经从这个反坡拉了过来。KDF 近点要反抗，Hikari 被放倒，还要往前去拉。KDF 从左侧拉开枪线，近点 Peril 小叮当啊，拉出是将小鹏独狼给清理了。是，小鹏看到这个点要拔，叫队友回来，既打侧身，那都没放了，倒了。啊，KDF 那就一个 KDF 阿卡剩德了，阿卡德了，他在守家。那这一波这个人数是点清楚了，BGP 是选择全部往教堂的方向走，他肯这定个不位会置，进去的，轻的，他就在这个圈边卡着，哎，我们看到牛海币来了。哎，DK 干什么？DK 怎么把自己人给补了一个？这个火，喷子，但是 mental 这个喷子的高点视野更优秀一点。是这个没办法，这高打敌还是个喷子。天霸这把很天霸的死法呀，有这种上头没有？哇，顺哥，南部的一个情况，刚打得非常的混乱啊。另外这边有远处宋江的一个架枪，拿分了，但是圈已经过来了，他们离圈很远，圈型是一个往左右上的。往前压，那高点低点协同起来。这颗雷扔在脚边，但是没捏，炸得一很点点残伤啊！害啊！再给一颗，一丝血了。哇，你这屁股真的是命大，你这一局都是命大的一局，真的。喂，牛哥，明明这波下车反杀还是蛮帅的，是。在我的
三帧画面里面，还是感受他的帅气。真的有三帧吗？两帧吧，感觉。DK 这个位置没得搞了呀。连刚起啊，但是也被铁路拔掉了。你还可以扛起电网，有就往前冲。这是谁在扛谁啊？他与时间赛。这因为我这个刚刚看到是，永远和 CGG 是拿雷把经济淘汰了两个人，这边是拿枪把这个 4M 全打。哇，小头一颗雷！哦呦，今天这是真的，小明，太要把雷还回去了吗？是吧？是的，手雷再次立功啊，再扔一颗。小叮当从烟线侧向要找机会拉出焦阳，顶到了近点，先打了一个。还剩骄阳回烟里了，这波扫烟找机会拿投掷物去摆，但是有我这个战斗画面一帧一帧的，这波赶紧救啊，赶紧救啊，打大妈要来了。那 FTY 的枪线能不能限制一下打大妈？哦，最后一颗雷也是把天路淘汰，这个全行给到了打大妈这一次。打倒的话，这个反坡可能就不保了。是的，一定要顶住。两颗铁锤出来，哎，十一收了出手，将 Inolix 给放倒，还能补，很关键这一波。可以把对面火力点给打掉了。对，那近点经济其实枪械给滞留了下来，想拿枪反击，但是两侧都有枪械，顶不住的呀。阿修罗今天要顶两个人吗？兽爷将阿修罗给放倒。这波还能拿分，旺仔出手将 Spear 给打倒，人把放倒一个，但是奸计人已经不多了。这波 Monster 的位置是可以拉起来的，那实际打的他也不是越。对，你指的是？哎 ，New Happy 楠楠也被发现，那三足鼎立，这个全行，就宋江还坚持打，更大分的机会给。是的，就是还是要想办法去吃鸡。嗯。哎 ，Monster 倒了。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 ，FTY 的烟雾弹看看够不够多。十七的雷也来了。嗯，是的，就扔雷。FTY 有几兄弟都要往前走了。打残了老局，这边也被扔了两颗。啊，萨鲁特一枪三倍的九八 K， 这一枪打倒，一枪补掉。这点还有老局。老爵被小北清掉，四打四。萨鲁特自己往近点去。点啊，这边看小五弟弟这个侧身能不能找一个破点，但是很多先出手放倒了小北。这个位置，十七兽也在侧翼。这个信息虽然打大外有，但是侧翼的小五和十七兽他们还没有信息的呀，是机会啊。小五要找机会，要找机会。哦，这波出手漂亮，连续的放倒三人。Nice， 小鬼也打倒了两个，哇，三打一，这波太快了，这波有机会了。萨鲁特的锁定被闪了，经典又放倒了一个，变成了二打一。不急不急，不用急，等十七兽。